9月14日，韩国女团 2NE1 前成员朴春通过 ins 公开近况，晒出两张照片，并配文祝 Teddy 老师生日快乐。照片中久未露面的朴春画着红色系眼妆，个性吸睛，她与小熊和蛋糕合影，头上还顶着生日小帽子，大大眼睛配上可爱的表情十分萌。网友看后纷纷留言评论，是可爱长大的小姐姐，真的超级美啊，盯着照片发呆了好久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